怎么样？他们选择的 OK 了吗？观众为你们选择了西式早餐。西式早餐必须吃完，才能前往下一关。西式，来吧。哎呀，还可以啊。中式早餐顶得很呀，好吃哦，很好吃的，全是碳水。你放屁了？没有啊。哇，鲱鱼罐头吗？是鲱鱼罐头吗？鲱鱼，这个鲱鱼。鲱鱼罐头。鲱鱼罐头是世界上最臭的食品之一，虽然它恶臭难闻，但其肉质可谓是十分鲜美，口感嫩滑，并且当中含有很多的蛋白质和维生素。在瑞典，每年八月，人们会专门为品尝鲱鱼举行派对。鲱鱼罐头可以说是瑞典的传统美食。哇，脆！是鲱鱼，太臭了，竟然没拆开呢。哦，好嘞，给干了！哎呀，撒！呀！哈哈哈这个太可怕了！呀！放过我们吧，我们错了。哇，要怎么样？你就跳过这一趴，这一趴有点太极限了。哎，人生不用开始，真的。呀呀呀！咋的？吃不动了？吓着了吧？哇，这大碳水。好了吗？观众选。观众为你们选择。冲！等会儿。哦，哎，这是你们的伞，感动，可以啊，感动，好，只有一把吗？走，可以，哎呀，舒服。哎，这感觉这个伞打得跟没打一样。哎呀，故意的。哎呀，这伞有什么用呢？有那个风有啥用啊？那个伞，哎呀，雨过天晴，通往下一关。好，这就是离港的路啊！你想，左边只有一关，对，这边有这么多关，这边应该是通往正确的道路。对，哇，我感觉好远啊！上班遇到同事争吵，你选择。肯定是不端水，是吗？因为端水就要端水，呀，不端水就走过去啊，不端水就离开啊，对啊，不参与不得了吗？对啊，同事而已，对，现在比分很焦灼，哎，可以，多焦灼 ，PK 一下吗？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结果是端水比较多，那焦灼什么呢？但是有可能反超啊。他们说了，喵的，不会有坑吧？我估计是端水，现在大幅领先。你说会不会就是这个造成的效果是什么？就是大家看第一波，哎，大家起来了，有几个人，然后打电话，赶快起来，快操控鹿晗，对，快起来操控他，快操控鹿晗，有可能，对吧？会不会？可以，有可能，肯定会有的，对。差不多了，三分钟。结果已经做出了。观众，你选的是不端水，请你们完成挑战。好，进行下一关。什么挑战？不端水还是挑战？选择顶水，需要顶着水跳过垫子，垫子不倒才算成功。
啊？所以端的是好的，肯定是不端水，不端水就走过去啊，不端水就离开啊。对啊，其实应该端水是吧？端水就是端过来。好帅啊！我不透啊。陆哥，你肯定没什么问题。这肯定没问题。我就选了。这个多简单啊！这个多简单啊！这个垫子是要跳过去，不是要你踩上去。哦，不能踩是吧？对。啊，那我，那还挺难的。那太难。好，可以了。对，就这样，挺好。这样吧，薄一点点。安全第一，我再换一个。我试一下啊。是的啊，说好了是的。我试一下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助跑跳。这就太 easy 了。啊，这个有点难度啊。可以，你应该可以。好，漂亮。漂亮，挑战成功。有一个人成功就可以吗？对，有一个人。哦 ，OK，Nice，Nice， 可以。哇，这个合格他们得且了，且了，他们真的且了，且了。嗯，这两天离不开水。我就想问一下啊，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赢了，是不是也下不去？下不去。有船。啊，真有船。哎，我感觉能赢哎，感觉没有头啊！回去，回家。